break in the law.
救，被救的啊！我们明天7月5号，我们希望全台湾关心土地、关心未来的朋友一起到大埔来守护这个家园。同时，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一看，为什么所有人的房子都拆了，刘正宏的家可以保留。各位媒体朋友，三年届，我们听到了几件事，几件事。农民不是只有湾岛、竹北、竹东，甚至于美浓的农民，我们今天还有非常多同样受到迫迁的朋友，我们是不是先给三一自救会一个掌声？我们也非常的感谢都市更新受害者联盟，他们这几天每天都来到这里陪伴农民，陪伴我们一起守护大埔，我们感谢他们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有非常多公运的朋友，我们公运界的前辈毛振飞先生、林子文先生，还有很多朋友来到现场，我们感谢他们。有非常多的朋友，淡海二期的朋友，台南地铁自救会的朋友， A 期的朋友，还有许多因为比较慌乱今天来不及跟大家打招呼的朋友，我们一并感谢，请大家鼓掌感谢大家的声援。今天我
我们的记者会会告一个段落，但是我们守护大埔的决心不会改变。局势已经非常紧急了，苗栗县政府从7月6号凌晨的1点开始申请了2个礼拜的路程。